7:15要去泛舟。很恐怖啊。这不会那个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好客那个座位，怕那个中间有人，因为它有座位啊，有凹下去，它不会。五三那个是平的，五要加油，别吓死，别吓死。快到吗？哇，你好厉害！别吓到，别吓到。女儿蛮开心的。